《证券分析》这本书出版于1934年，时至今日已经再版5次，重印19次，发行量超过500万册。有人说，有投资者的地方就会有一本《证券分析》。历经60多年，这本书仍然被奉为投资者的圣经。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被誉为价值投资之父的本杰明·格雷厄姆。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年5月9号出生在伦敦，童年时代随父母移居纽约。他自幼就对数学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严密的逻辑思维给他日后的投资生涯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14年，格雷厄姆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他需要找一个报酬优厚的工作来改善经济状况。格雷厄姆选择了华尔街，从抄写股票价格开始进入了证券投资这一行。在当时的华尔街，所谓证券投资大多都是靠炒作内幕消息和操纵股价来获利，就像是赌场一样，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但是呢，在数学功底深厚的格雷厄姆看来，证券投资的逻辑非常简单，股票价格相当于公司资产除以股票的数量，如果一个公司的股价竟然比全盘变卖之后的每股资产还要便宜，那么显然这个股价就是被低估的，日后肯定有升值的机会。那么运用这个原则去寻找廉价的股票，远比追踪那些不靠谱的小道消息要有效得多。北方输油管公司囤积铁路债券的秘密就是这样被发现的。1911年，为了收集石油类公司的资料，格雷厄姆来到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商业委员会。在档案室里，他偶然看到了北方输油管公司最近的财务报表。他立刻发现，这些报表展示出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其中清楚地显示出北方输油管拥有大量的铁路债券，仅这些债券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当时公司股票价值的总和。但是在公开发布的报表中，这些信息是没有的，显然公司在刻意地隐瞒自己的价值。在做出了肯定的判断之后，格雷厄姆购进了2000股北方输油管公司的股票，约占总股份的5%，然后找到公司的总经理，要求兑现股东的权利。这位总经理非常震惊格雷厄姆是如何了解到真相的，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公司的真实状况十分隐秘，向公众发布的经营状况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含糊其辞。北方输油管公司囤积铁路债券的事儿，就属于公司刻意隐瞒的财务秘密。尽管商业委员会的资料都是完全公开的，但是只有格雷厄姆认真研究了这些枯燥的报表，并且从中发掘出巨大的价值。这种看似简单却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正是价值投资理论的基础。经过1年的拉锯战，北方输油管公司终于屈服了，他们把持有的铁路债券兑现，并且发给股东相应的红利，每股分红高达70元，再加上股票自身的价格，最终相当于每股110元还要多，比公司原有的股价提高了将近1倍。随后运用自己这套独到的证券分析方法，格雷厄姆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骄人的业绩。
他所管理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投资报酬率每年都在3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上涨速度，并且在华尔街声名鹊起。为了让他自己这套投资方法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格雷厄姆在自己的母校开设了证券投资的课程，并且从1929年开始，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完成了《证券分析》这本书的写作。在这本书当中呢，格雷厄姆是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价值投资的理论，第一次明确地划分了投资和投机之间的区别，给出了寻找那些物美价廉的股票的方法。在1940年，《证券分析》发行了第二版，得到了华尔街投资人的广泛的赞誉，被称作是价值投资的圣经。而格雷厄姆呢，也是被人们尊称为华尔街教父。如今，大量活跃在华尔街甚至全球市场的投资管理人都自称为格雷厄姆的信徒。格雷厄姆的学生股神巴菲特曾经说，格雷厄姆为选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在此之前，选股跟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